啊，这些感觉卖相啊，真的是不错一下了。哇，这个腰罩啊，感觉就比较开胃啦。我哥咖喱好似好贵咁哦，这样看是漂亮啊，整个。好甜哦，有点那个。印度的西西啊。嘎嘎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。今天呢，就是觉得发生了一些不是那么愉快的东西啊。你看姨的脸就知道。对对，我们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就是特地早起来，就是买姨要买的东西，就是 Hello Kitty， 然后买菜肉。这样应该。因为那时候其实他就想要去了的，那时候我就比较忙，就哎，起地先啦，得啦，我们断麦啦，点知买菜肉，所以没办法啦。我就是发了一个 story 啊，就是看兄弟啊有没有买到多一点卖给我们这样。现在还不懂啦，就看看有没有了。既然在 Family Mart 哎就买不到姨要的。Hello Kitty 啊，哎，我就买了一些我想试的东西啦。咩咧？你想试嘅？你都系食噶嘛？系咪？我哋嘅咸餐嚟噶嘛？呢个唔系？我食两样都冇味啦。莫灰心，希望在人间。其实前一天我们是有去的，只是太多人排队了，我们就想说，哎，早上去可能没有这么多人啊。啊，是没有这样多人，但是买不到。你寻日去同今日去你都买唔到噶啦，因为你迟开啊嘛。OK， 我哋就试食一啲嘢啦。这些咧都是我看到感觉还不错这样的，所以就买回来试试看啦。有这三个饭呢、啊，应该是不差啦。我觉得这个是鸡排饭嘛，这个又系啲肉碎啊，哇，感觉上系靓嘅。然后一啲零食咯，一啲就三文治啊，一啲甜品嘅嘢咯，感觉上系唔错嘅。其实你系想弥补你对我嘅内疚啫。系啊，俾你食嘅。啊，还有这个关东煮，关东煮我感觉我不是那么适合咧，它全部都是鱼的东西啊，鱼蛋啊，海鲜豆腐啊，啲之类啲咁嘅嘢。咁又嗌？唔系俾你食嘛？你又知道我系中意食？唔知架事咯。你今天没有什么食一啲嘢就会心情好翻啲噶啦 ，OK？ 咁你想试咩先啦？随便啦。我觉得侵住食啦，零食还有甜品，我觉得最后先啦。我们先来试这些正餐。呢个咩？蛋咖喱饭吓。其实咧，我觉得我自己都好三八吓。其实这些东西有了超级无敌久啊，起码有三年之久，但是没有试过。今天就刚好去到那边啦，就买来试咯。每次去啊都是吃饱才去，所以没有什么食欲。真的是哦，一吃饱。先去行啊，睇买下啲 ice cream。这个是关东煮 ，OK， 还有一个鸡扒饭啊，这些感觉卖相啊真的是不错一下了，哇，这个腰罩啊感觉就比较开胃啦，咖喱也不错，我哥咖喱好似好贵咁哦，哎，这些是关东煮，这个就是它的奥蛋，我就随便买一些咯，其实我们买了就是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就是加热回它，然后准备去起缸叉俾你，唔该晒，我觉得我们是吃不完的，老多阿糖啊，你想试一个嘛？正话讲系咪？嗱，试试试一个，试一个，呢度唔好多嘢食，只我夹夹讲食唔食，感觉这个真的不错一下下咧，嘿，它有蛋啦、啊。有那个鸡肉碎啦，还有这个豆角 mix 埋一齐，佢系点样嘅咧？做咩你做咩攞出嚟？唔攞出我点食个饭啊？我帮你攞嘛，你讲嘛。阿嘅，就是感觉我自己有一点三八啦，出咗咁耐而家先食。三八我唔知道，一咗我就知道。唔好咁啦，我已经好内疚噶啦，可能当日去都冇咧。你冇事啊？对对对，食，感觉真的是不错一下。嗯，很好吃诶，它鸡肉碎啊，就是蛮够味的喎。哎，这个不错吃的，但是应该啦，我会很少去哦，因为太多人排队了。因为怡宝就是刚开第一间不了嘛，所以就比较多人啦。嗯，好食哦。其实我之前有睇过嘅，因为每次都食饱佢，所以冇去。你之前成日食饱佢冇去嘛？系咯。咁咪因为你想买嘢先去啫嘛，即系买唔到啫。冇嘅，我一开始都谂住我买嘅。哦，所以唔系因为买嘢而去啊。点样讲得死 ？OK 咯 ，OK 咯，系买唔到先买呢个嘅咁样。OK， 对唔住，对唔住，我错系得啦，我尽量搵俾你啦。我真系我喜欢，我觉得云晚系啊，会再好食啲，但系个缺点系有啲干。你冇食先，我喂你食呢个。普普通通啊，以咁嘅食品嚟讲，算好食噶啦。因为方便啊嘛。它的咖喱我觉得也是蛮够味啊，不错吃诶。鸡肉的厚度也是有，只是有点干啦，佢唔系湿湿嗰种咖喱。我已经食下早餐。调味是不错，但这个咧，我试下一个。哦，入边系番茄饭嚟嘅，它的饭好像是番茄饭嚟啦，就是有一点红色的感觉，这样。诶，试下睇先，诶，呢个感觉上咧就比较湿啲，应该系唔错嘅，系咪有啲蛋包饭嘅 feel 咁样呢个？嚟食。来，我也试一点。对，好够味啊！呢、这个我觉得够味噶咯，有啲咸咯。它的饭里面呢，就是有那个玉米粒啊，还有那个红萝卜啦、啊，还有那个鸡胸肉。整体上是不错啊，只是那个汁就不要拿这么多，不然会有点咸。刚才第一口啊，太多那个汁了，太咸了。这个我觉得捞匀晒先好食，我试下 mix 晒一齐先啦。
試下撈勻開會好啲嘛？嗯，撈勻開係一樣嘅，好少俾人間咯。因為佢每樣嘢係有汁噶嘛。如果攞啲呢個汁應該幾好食噶，試下先。嗯，因为啊，我只是选我自己喜欢吃的罢了，我怕等一下买到太多了，我吃不完，所以我觉得哎，可以先。就系俾我，你有冇爱食？嗯，哎，咁我老婆好咯，不要玩咧，老婆。你食鸡鸡啦。OK 啦，三个我都觉得不错一下啦，最喜欢吃这两个咯。OK， 我试开啲，暂停先，我哋再试另外啲。哎，我订咧，我订你冇试嘅。哎，系啊，冇试啊，冇试，冇试。我有冇个汤？腥啊！我觉得唔腥啊。嗯，我个汤不错一下，冬阴汤，但系咁闻好似都系有啲腥，你食一食。阿叔啊，关东煮应该是不错吧？我食啊，呢度点冇食噶？哇，即系你中意啊？中意食咁样样啊？你食我试下狗啊？你食一啲啲仔。我海鲜豆腐冇食。啊，你俾我海鲜豆腐会好啲，我觉得容易接受啲。嗯，很不错一下哦，它汤很够味哦，它煮了这么久在那边哦，但是又不会说煮到太烂啊这样的东西哦，只是关东煮哦，那时候我们买的时候啊，它并没有太多的料哦，几乎都是这种鱼的吧，根本就打岔，还好买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来试这个铁板啦，我就买了这两个 cheesecake 啊，这个应该是蜜瓜味道的，这个是 original 的，也好没水啊，这样小个便宜啊，三口给啊，然后我这个看到哦，它的慕色感觉好鬼死靓啊，然后它都没问题。犀利！再来，这个是巧克力 cake 啦，还有三文治就应该普普通通啦。依、这个我系想买嚟晏昼食嘅啫。我哋嚟试个 cheese cake， 嗯，个 cheese cake 很香哦，它整个就是蛮软这样的，嗰一啖冇啊。嗯，好食哦，好食啊，好食哦。最好食居然系呢个，唔系好中意。他是没有什么喜欢吃 cheese cake 嘅人嚟。你會搶嘅買？我呢個會買喎，它其實都是一樣啦，只是顏色還有味道不一樣罷了。這個我還好，因為它是蜜瓜口味，我喜歡它的原味，它原味好正喎。我反而中意呢個。你好食啊？所以就是說，這些就是個人口味，但是哦，它的價錢真的是有一點小貴啦，我覺得。少食多啲，夠飲食好過癮嘅。再來，這個我是蠻期待它啦。这样看是漂亮啊，整个。它白色这个是咩嚟嘅？我全部做过嚟噶。哇哦！好甜哦，我哋觉得。好甜啊，真系。真是，你讲话真是。试咗先。黄苦，做咩有咩嚟嘅？巧克力嘅，系有啲层次嘅，唔系单单甜啫咯。但系我唔中意苦嘅巧克力，它有苦味是对的，它就会弄到没有酱腻。如果佢单单死甜嘅话，又太滞咯。啊，你惯啦，第一二啖啊，后面好啲啲啦。虽然咁细杯啊，但系食晒好紧要滞咯。真系啊，它整个就是这样浓浓的巧克力哦，下面就是有一点 cake 样啊。这个我还好。苦的时候啊，哇，真的是很冲击，觉得很苦。但系咁啊，好多人中意食苦嘅巧克力。像这个三文治，我们就不用试啦吓，就系三文治啫咯。呢个周围都买到嘅，啲 ham 呢家嘢咪。我哋试一个 cake 嘅，像这个是提拉咩薯山豆，我就是给它外面的那个一粒的巧克力啊吸引住啊。我哋试一嚿先。你冇讲我中意食嘅嘢。冇你中意食嘅。我唔信你大家我中意食。它整个就是黑白配这样啊，就是蛮漂亮的。但系我觉得啊，咁样睇啦，我应该唔中意食嘅。嗱，俾你食先。如果你中意食，俾我食先。唔系，好唔好食我都系俾你食先。你食。嘅，我再试试看啦。我都唔中意食，但啲甜。唔会太甜咩？我觉得 OK 啊，慢慢食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那个，吃这个觉得很腻啊。我食咗干冬煮，开胃啲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再来，我们试买这些零食，看好唔好食。它的零食啊，以价钱来讲啊，是蛮贵的，6.9一包。西包的我们给它给多少钱啊？我们就打开来试试啊。OK， 再来，我们试这一款，这里就是有写啊，沙库沙库款。日本的零食都是不错一下下的。OK。它里面就是这样啊，它整个咬下去的口感呢不会太硬，软硬适中。好食喎，开心就食，开心嘅，这个不错，大家可以去买来试试看。再来，我哋食佢啊，啊呢个虾条，我们来试试看。
还有个洛达的吗？对，洛达我觉得这个的话，吃到后半段了、啊，有一种很咸的感觉。这个还好。再来这一款是薯条小盐，这样看了好鬼死靓啊！不是薯条啊。好好食，好吃。它没有硬硬的感觉啊，就是很松口啊，咬下去的时候。我中意食第一只嗰只，暂时啊尴尬啦。我跟你讲，尴尬肥嘅几成。减肥都是要减的，慢慢减咯。我唔逼自己得唔紧，已经好大压力噶啦，就逼自己唔紧啦，开心啊。慢啲啫，减嘅。系这款好吃，推荐。不过系，这个是 sweet potato steak。哦，一个硬硬嗰种。哦，我呢个唔中意啊，好甜哦，我不喜欢啊。好硬。就是不啱我，我唔好食呢只鸡条子。再来这个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啊，它后面是写 rice cracker。哦，一个吃嗰个咩汪汪米果。这个不错嘅，如果再顶呢个味会好啲，因为反而觉得佢有啲淡。香是很香的整个，但是好像不够味啊。再冲个美美，这个还不错。再来，这个就是薯片，也是这个卡比的了。这样看就是普通的薯片呢、啊，闻起来也是没有什么特别香味呀、啊。这个不错啊、哦。嗯，出去食几多嚿我知啊。好想讲，唔使讲嘢，一切活喺面前。咁靓嘅你对白。我最喜欢是这个薯条，觉得它又不会说太咸，然后那个香气又有，嗯，我做这个真的很喜欢这个，中意呢样多啲，个人口味。哇，你做咩嘢？我唔搵啰嗦。你执翻入去。你搞错冇成地都系味。我傻啲乜啲嘢，我成日会用嘅。我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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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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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我咪对到成肥嘅。你肥啊？关咩事哦、啊？呢个又讲本来咁濑都系濑啊！我想讲我手软啫嘛。屁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试吃了。今天试吃到的便当都不错一下了，而且关东煮啊，也有中意。我是觉得它的汤够味好喝，只是那个鱼蛋那些，我个人就没有什么喜欢了。要咁 chicken bowl， 佢又冇开嗰啲料开喎，所以冇变啦。甜品啊 ，cheesecake 真的不错，然后另外那两样就个人觉得还好啦。零食酱这三款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冇得输的零食。我个人最喜欢就是这个薯条，仲有 cheesecake， really good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推荐 Family Mart 的东西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啦，我们去找来试试看。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也去我们的 FBIG 看看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。你收地啦！你叫你做咩？我点唔识做咩？醒目噶嘛，呢、这个时势再唔做我会死噶。你知道而家嘅时候先会咁样我，平时嘅时候多夫妇好唔好？